根据购买力评价，巴马福萨总统，尊敬的卢拉总统，尊敬的普京总统，尊敬的莫迪总理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大调整、大分化、大重组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。金砖国家要坚守联合自强的初心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加强各领域合作，推进高质量伙伴关系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、稳定性、正能量。我们要深化经贸、财经合作，助力经济发展。发展是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。当前，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稳，国际机构预测，今年世界经济增长不足3%。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任重道远。金砖国家要做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同行者，反对脱钩断链、经济胁迫，要聚焦务实合作，特别是数字经济、绿色发展、供应链等领域，促进经贸和财经领域往来与交流。中国将设立中国金砖国家新时代科技孵化园，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供支撑，依托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合作机制，探索建立金砖国家全球遥感卫星数据与应用合作平台，为各国农业、生态、减灾等领域发展提供数据支持。中方愿同各方共建金砖国家可持续产业交流合作机制，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产业对接和项目合作平台。我们要拓展政治安全合作，维护和平安宁。当前，冷战思维阴魂不散，地缘政治形势严峻，金砖国家要坚持和平发展的大方向，巩固金砖国家战略伙伴关系，要用好金砖国家外长会晤、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等机制，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，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协调，要积极斡旋热点问题，推动政治解决，给热点问题降温去火。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新领域，既能带来巨大发展红利，也蕴含着风险挑战。5国已经同意
尽快启动人工智能研究组工作，要充分发挥研究组作用，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合作，加强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，共同做好风险防范，推动建立普遍参与的国际机制，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，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、可靠性、可控性、公平性。我们要加强人文交流，促进文明互鉴。文明多彩多姿，发展道路多元多样，这是世界应有的样子。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、一种制度。金砖国家要弘扬海纳百川的精神，倡导不同和平共处、文明和平共处、和和共生，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，反对意识形态对立、制度对抗、文明冲突，要用好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、人文交流论坛、女性创新大赛等机制，深化人文交流，增进民心相通。中方提议金砖国家拓展教育领域合作，发挥好职业教育联盟作用，探索建立数字教育合作机制，打造全方位教育合作格局，同时加强传统文化交流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。我们要坚持公平正义，完善全球治理。加强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机遇、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正确选择。国际规则要依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，由大家共同书写、共同维护，不能谁的胳膊粗、嗓门大，谁就说了算，更不能拉帮结派，把自己的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。金砖国家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，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，支持并加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，反对小圈子、小集团，要充分发挥新开发银行的作用，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。我高兴地看到发展中国家参与金砖合作的热情高涨，很多发展中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合作机制。我们要用好金砖加合作，加速扩员进程，让更多国家加入到金砖大家庭，积众智，汇群力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。各位同事，中国古人说，谋度于义者必得，事因于民者
必成。金砖事业秉持国际道义，造福五国人民，必将行稳致远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我说完了，谢谢大家。